欢迎大家收看 STEM 生活解码，今天有我 STEM Sir 在这里跟大家讲生活讲 STEM。 今天 STEM Sir 带了一套我很喜欢玩的塑胶积木来跟大家一起玩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积木是不是跟 STEM 有关呢？其实所有的积木，不论是木的积木、塑胶的积木，都是跟 STEM 有关的。而今天我带这一款就很特别的，而它每一个的积木你会看到它有一些好像一些突出来的锯齿，然后你就可以将这些位置用中国人的入榫的方法将它合在一起的。而它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形状，例如有正方形，有一些就是三角形，有一些可能是圆形的，咁变咗咧就可以启发咧小朋友嘅创意思维啦。嗱，例如啦，我利用咧五六个嘅三角形咧，就可以将佢咧就拼成一个等等六边形嘅啦。唔同嘅图形咧，譬如啦，四个唔同嘅正方形咧，都会变成一个大嘅正方形噶。咁而且咧，可唔可以将呢一个嘅图形咧再去变多啲咧？其实佢就可以咧有好多唔同嘅延伸噶。嗱，譬如我就将呢个六边形啦。將佢咧就係啦，啊試下就係隨意將佢變大啦，好快咧就已經可以將佢咧就變成一朵類似花花狀嘅物體啦，係啦。咁然後啦，可唔可以將佢密鋪空間咧？你又只需要再揾一啲嘅三角形將佢咧就係再套落去拼砌嘅話咧，其實亦都可以咧就係將佢咧就係密鋪空間嘅。咁所以咧喺小學嘅數學科裏邊咧，我哋成日咧都會教小朋友咧就係密鋪平面啊，或者係密鋪空間嘅話咧，透過玩呢一啲嘅砌積木嘅話咧，都可以咧啟發到咧佢哋嘅思維噶。咁啦，嗱，譬如好似而家啦，我就用三角形同埋呢一個嘅正方形咧，就係做咗一個比較大嘅圖形啦，係幾多邊形咧？數咯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是一个十二边形来的。同时间它是不是好像一个圆形呢？是啦。所以呢玩这些的、塑胶积木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教小朋友就是揸住这些工具，然后呢就是等他们呢用不同的颜色去进行拼砌的。譬如啦，我可不可以将它呢就是砌一只好像红日仔出来呢，就发挥它的创意啦。是啦。咁我可能咧咁样砌完之后咧，这个咧就是一个熊仔嘅头啦。嗱，咁除此之外咧，呢一套嘅组件咧，佢仲有啲乜嘢咧？仲有一啲咧就系齿轮啦，或者咧系滑轮噶。咁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我哋叫做圆柱啊，或者系叫做轴啦，系一啲比较长嘅一啲嘅轴啦。当你咧套咗落去嘅时候咧，其实你望下成个滚轮装置咧就可以咧砌出嚟噶。咁啦，如果我哋咧就将佢咧换成齿轮嘅话咧，仲有一啲嘅铁链可以装落去咧，就话构成一架单车嘅原理啦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咧喺呢度嘅话咧，就可以启发到咧小朋友好多唔同嘅创意嘅思维噶。嗱，咁所以咧玩积木嘅话咧，如果佢又有齿轮啊，又有滑轮嘅话咧，同时间我哋可以话埋俾佢听咧，就系能量嘅转换，系啦，方向嘅转换。咁變咗咧，就可以一樣嘢咧，就可以學到好多嘢噶。所以玩係可以學到 STEM 噶。嗱，無論你係大人抑或小朋友嘅話咧，見到呢啲積木嘅話咧，唔好諗住係發揮唔到你哋嘅想像力啊，或者創意啊。只要你哋一齊玩嘅話咧，加埋一啲嘅圖書配合嚟用嘅話咧，咁你就可能喺當中嘅話咧，就會發現，哇，原來學習就可以透過玩同埋一齊睇書都可以長知識噶。等陣間做咩實驗？应该话你知，跟住落嚟做呢个实验咧，可能大家咧以前细个都做过噶。咁我哋咧就要需要有个杯啦，里面装满水嘅，同埋一张卡纸。咁啦，正常嘅话咧，我哋就可以咧预备多个盘俾佢啦。咁首先咧呢、這个实验咧，我哋就要咧喺个杯里面咧就系载满水，然后咧就将张卡纸咧就系搭住佢咯。咁我哋啊就可以倒转个杯，系啦。咁咧就千祈咧就唔好有窿啊！如果唔係咧，張紙咧就會跌落嚟嘅時候咧，啲水就會倒曬噶啦。咁我咧安全起見嘅話咧，咁啊預備一個玻璃兜啦。好啊，放手。咁咧你就會發現咧，咦，張卡紙係唔跌嘅喎。咁點解咧？原因就係因為咧出邊嘅空氣壓力咧大過個杯裏邊啊，咁就可以咧頂住張紙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經常都會玩的一個叫做空氣壓力的實驗啦。咁有時啦，呢一方面的應用咧喺邊度用得多呢？有冇見過廚房的吸盤呢？啲吸盤咧，其實我哋吸落埲牆嘅時候咧，就會將裏面的空氣咧擠曬出嚟。
然後咧就係透過呢個大氣嘅壓力咧壓住嗰個吸盤，咁變咗咧我哋就可以喺上邊咧就係掛啲嘅東西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咧中間喺啲罅隙裏邊咧突然間有少少窿罅，有啲空氣走咗入去嘅話咧，就會導致到咧裏邊嘅空氣同出邊嘅空氣一樣嘅話咧，張紙你點樣吸嘅話咧都會吸得唔夠實噶啦。所以咧選擇啲杯嘅話咧，我哋盡量咧去揀一啲咧個口係比較細啲嘅。係啦，同埋咧比較垂直啲嘅，咁而張卡紙嘅話咧，就係盡量咧揀一啲咧個面係比較滑啲嘅話咧，咁呢個實驗咧成功嘅機會咧都會大好多噶。咁同埋咧裏邊載嘅水再多啲，係啦，咁確保到裏邊嘅空氣係少啲嘅話，咁咧就更加容易咧將呢個實驗咧係成功噶啦。夠唔夠膽擺喺個頭嗰度咧？我就唔夠膽啦。好啦，嗱，記住玩一啲咧同水有關嘅實驗嘅時候咧，最好咧就喺廚房啊，或者係咧洗手間嘅蒸盤上面去做啊。如果唔係咧，整到地方咧濕曬就唔好啦。好啦，如果想知多啲 STEM 與生活相關嘅資訊嘅話，就要留意下一集嘅 STEM 生活解碼啦。